我今日住夜食，意大利肉粽而翻。欢迎欢迎，你需要 impossible beef 洋葱蒜头一罐番茄意大利香菜 oregano thyme basil mixed herbs 一匙间茄果或者 ketchup OK 啦一茶匙汤或者 chutney 橄榄油少少盐糖黑OK 芝士汤二分乜嘢厨具你需要一个煲我好鍾意 Le Creuset 一隻煎盘芝士一把刀小心 OK 一隻羹一塊餐板一個洗一個夾一個夾夾夾夾夾首先現在解火煎蒜頭同洋蔥加 impossible meat 落去中火就可以、okay、了煎子加木黃色加埋其他材料落去之後餐具煮20至30分鐘燉番茄汁照間的時候12分鐘之後傾乾二分上碟都掌集上面加芝士落去香手美食好美味